接下来立白洗夜我是歌手今天晚上最后一位登台的歌者，他完全是一个新人，但是他的实力超群，他被说是情歌王子，也有人称之为催泪歌神。王子啊，歌神啊，来者不善哦。而且他今天晚上将演绎的是来自于天后王菲的《矜持》。嗯，掌声有请他的到来。镇定，灯光打开。我是杨宗纬，我也是走私团的人，带来这首《矜持》。通常很多好歌都是从女人的心思出发，何不也唱唱男人的心思，用女性的观点？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考验，男生的矜持是怎么一回事？